大家好，我是醉人，今天替我带来一场拳皇九八 C 零级版的实况解说，这一次依然是杨神对战 BJ。 哎，半月斩杀的成功，半月斩两次没有接住，下不就得再次偷招，但是对手的空中旋转还是把他打到，轻腿再连旋风腿，旋风腿两次空中 CD， 哎，接一个飞膝，我们来看继续抓摔落地追加，还想用轻腿偷招，但是对手的铁头功直接旋了出来，哎，重腿空中旋转反身位，重拳前进手，再来一个空中旋转，空中旋转接到重手套一个大招险，这是在空中打这个转盘一样的响，落地轻腿抓到，我们看 2K 落地轻腿再追加一下，然后给他一个大，其实这样不给大追手也撑不住了，但是布莱恩还是没有忍住给了他一个大呀。下面来看第二局，哎，第二局看杨神的哈维蒂出场，然后直接空中旋转，哎，空中旋重拳接手没有连住，来看再撞，对手轻手连上，但仍然被 CD 打到啊。来看后寻找机会，哎，快拳接上，然后空中旋转再连一波，到半边跳 A， 哎，还是被刚，刚到周继续小跳，下边轻手也没有连住，空中旋转走一波，哎，连续的小影跳，对手并不上当，但是还是被闪了出去，继续来一个空中旋转，哎，空中起跳。跑跑过去再来个空中起跳，哎，轻手终于还是被连了，来看连到之后直接送到深空给一个炮拳追加 CD， 哎， CD 两次一拳打到落地追加，还剩一点血，哎，直接结束了这局啊。下面继续来到下一局的，下一局看 BJ 这个拉尔夫现身，重拳想摸奖，然后 CD 没有打到，哈维蒂继续向前一波推进，哎，继续压制压制，压的对手是难以出招，但是还是被一个哎追加，其实一个小跳，其实破了蹲防之后没有再连呢，双方又是一个相杀，哎，双方继续相杀，然后前倾拳走一波到板面快拳搂下盘没有搂到，哎，继续小跳想抓也没有抓住，前倾手再来一下 CD， CD 两次，哎，技术下降弹，但是还是被对手闪过去了，哈维蒂抓到最后一个重大突破点，现在有三颗气，哎，一阵狂连之后上大招制裁他，哎， CD 升空，然后接上一个炮拳追加，落地再给一个炮拳追加，还剩一点血，空中 CD 两次没有接住，对手还是蹲姿状态，结果就中了一个跳起跳啊。下面看第四局，来看 BJ 最后一个安迪，粉嫩粉嫩的一个安迪啊，哎，轻手偷招，然后下盘搂一把，好机会，但是还是被反杀，空中 CD， 哎，空中再来一次打击头升龙，我们看升龙两次落地轻腿追加一把，继续摔倒，那么现在哈维蒂是应声倒地，双方还是来到第五局，第五局我们来看杨神的莉安娜出场，哎，前跑重手轻轻手，安迪也是跳重腿不断的进行向前压制，但是还是被莉安娜一把摔住，摔的板面轻腿追加一把抓住一个大招炸，哎，切脸之后继续小跳，但是还是被一个升龙打飞啊，升龙两次落地大招走一把，十三连之后安迪，哎呀，就在这时又被轻腿反杀了一下，然后摔轻腿追加，对手又用一个升龙把他打飞，切脸之后起跳重腿，但是仍然被刚，哎，寻找机会重手轻腿没有连住，继续一个小跳 CD， 好机会，下盘一点真硬拳，但是仍然被强反，双方进行了血拼模式啊，哎，一脚撂倒，好套路，大家喜欢点一下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